对啊，那就是龟山岛啊。哎哇，现在那么低压盛，那时候海浪还在好远呢。以前这边都没有黄波堤，有个沙滩，长长的沙滩。啊，它那个受潮流影响，有时候那龟在这边，哎，有时候它会在这边，它会移动。对你生活的小时候的记，有小时候的记忆啊。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回来，然后到这个年纪了，就有点想，有点故乡。回来买一块地啊，买一块农地啊，盖农舍。那师姐怎么办？师姐她说她要住那边，她说那边住得很好啊，她台北住得很习惯啊。住伫淡水的黄之湾，有一份稳定的事业。为着工作，伊考真侪张的专业证照。过去生活中只有工作，伊讲好佳哉，有家己自制做志工，学真侪物件，个性则变甲较开朗。虽然头路真顺利，但是伫伊的心肝内，有两个人互伊上袂放心。伊真希望家己会当较早退休，专心来陪伴这两个人。像我们这个行业又年轻人都不是很喜欢从事这个行业。哇，零件真的是哇超多的，每种机器设备都不一样。你那个机器设备，你要叫它怎么运作，对不对？那它就是要有一个程式啊，这里面的程式是也都是我设计的。当老板你就要怎么去想？你的员工的那个福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员工的时候就整天就是想，怎么有没有假可以放啊？有压力的时候怎么办？有压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，简单哦，拉拉扶二扶啊，就可以了啊，用音乐嘛。八几号啊？65月，我今年写89啦。之湾甲朋友合作的公司，是伫做机械停车位的维修甲保养。这将近要20年的时间，伊定定伫地下室做工课，看无日头。面对机械时间比人搁较侪，尤其是修理复杂的线路时阵，伊的头壳都需要搁较冷静。对啊，这个信号就有进来了。这个电流进来啊，信号有进来。遮住安全电源，请注意。这是电路图啦。一般我们是用，一般传统是用配线的，那现在这个不用配线，这个是用写程式的。现在用起来电脑就解决了。不是王贵。啊，等等。
有时候会急的，因为这时候那个董事长的话，那人家就是客户就急着要用车啊，要用设备，那就他就会给你赶啊，那就你就会比较急一点。哎，马上定，你想起来？不会的，客人是最大的。啊，可是跟同事之间呢？跟同事就是就会，哎、欸，你要快点啦，我这边在忙，你就在干嘛？对，以前比较容易发脾气，现在比较那个，如果脾气上来的话，会上就马上就会压抑下去了。嗯，这当然有危险性啊，时常看到新闻报道，有很多伸手就是要修理，然后就把油管就没有撑着，就油管就拆了，就掉下来就压死。啊，有的设备是没有，大部分的设备是没有闸门的。有的人就是贴着真的开车，他也没有看车边上，他就开下去了，啊，车子就卡住了，他就说被夹到了，然后他就一直怪你怎样怎样的，这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是他你自己要开进去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会怪你，他就要叫你赔啊，他就是，我这压力很大，嗯，压力很大，对，这条线刚差点上来对正的。对，他做事就很认真，那就是很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。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配合上没有配合上，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，就会被骂。无啦，你的错误啊，你该啥先你错误啊。对，以前就是事情来就是单刀直入要去完成那件事情，那现在他会先去思考。啊，也有一点比较，就是不是那么的性质那么急了，因为我们有些场地是新接的场地，那并不是我们自己经过我们的手，那个线路上面需要重新去检查，然后去把它那个条理把它分裂出来。那当然讲到这个，就是我更佩服他的地方，因为他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些线路把它整理出来，你还可能还在想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那个方法。已经想到那个方法把它解决掉了。对。这句就好，我们先写这句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七。时候压力大的时候，有什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拉个 off， 很快就进入意念的状态，那就心就定下来。我以为 off 最简单的，只有两条线，一条摸一个礼拜，两条线应该半个月就好了。结果到现在还是摸不会，像我到现在我连那个音都听不出来的，你说。老师都说那个那哆来咪的位置都，其实我听差不多啊。老师就是说，太高太低了。年轻的一心就想着赚钱，上了年纪的话就比较想说，也不必那么拼了。我师姐也是很喜欢听音乐，以前她看她的电视，我看我的书，没什么交集。那我在拉的时候，他就听，都说：“刚才那个音走音哦。”他在说：“啊，哪一首曲子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弹得很融洽。当然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吧。”虽然在台北做工作，但不过芝婉常常开车回去宜兰旧厝，因为已经八十几岁妈妈，在五年前肚子受伤了后，身体越来越坏，会真挂心。只是大概回来，都是家己一个人，太太都没跟他做伙，这也是让他挂心的另外一件事情。就是回去的话，看看
看看妈妈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，啊有没有需要我去做的事啊。国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是到台北来学那个车床，我做我去诶。啊，那时候是学徒住的啊，那每天就是人家叫你做工作啊，都是那一些有一些师傅啊，有时候会带我去圆环逛一逛啊，这样。看你会不会舍不得？啊，我会哦，有时候我都会很想念他们。我说晚上还工作啊，但那工作的时候，晚风吹来还有一点凉意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我的家人。嗯，妈妈，我等啊，阿姨，健康好无？今天你有较好啊？有啊。过串了。以前串，逐工来串。啊，感觉过少。少会啊，因为少一困啊，迄困。今天是少过啊。少过。按想想又搁少。啊，咱遮变叫变串的。哦，一般他都早上才会。比较这样子，如果中午过后他就比较好。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是真的是因果病，每天早上必修的功课。”对，我常常想讲，我也挂一只鸡吼，啊，只鸡啊，迄个鸡有两条腿，啊，挂无断啊，啊，伊啊喘喘足久的。我即摆事你讲，我才想感情就讲，吼，真正有影吼，我这胳膊真正会下来。我即马这气管萎缩吼，讲起来都跟差不多啦，哦，安有对无？因为妈妈也是很早就在这边做环保哦，我在台北也是有做环保，可是我是抱着说我有做就好了啊，我也没有去说想提要去培训去见习，而是妈妈她告诉我说她在有生之年要看到我受证，所以我那时候才去跟。来听师兄讲说，我要见习，我要培训。对啦，啊，我真欢喜啊，也要安尼做，哦，安尼真好。啊，我无倒迄落，生了这囝哦，拢甲我同款，直直来，安尼做无地位的。我真感谢因阿叔呀，真照顾的，伊都未晓爱人家教的。用少年的话，我们能够善贼啊、知足啊，对，应该会有点智慧。我师姐啊，那我妈认为是她有点忧郁躁，这种是一种随时病态。阿都我这个心不安了，阿你身体不好啊。哎，那么真不甘啊！啊，真想欠人的啊！啊，来出事了，来做做阿妈某，来受这个艰苦，啊，你来喊你啊！干咱嫌咱就点点啊！啊，你啊，无喊啊，无喊无安怎？啊，你若无，你就常常冤家啊，对？啊，你免勉强伊啊！啊，我以前都是很不谅解，他说连个过年他都不回家。以前我都认为他不是病了，是他故意的。那现在见到慈济以后，比较善解。现在我认为说，这个一定是他，因为有病才会这样子。不就我说我的很释怀了，不会去那个计较这个。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回来，我到这个年纪了，就有点想，思念故乡。这两年我退休了，我就回来。
这个桃太郎啊，就歹啊，拢着病毒啊。我大哥啊，伊有当时啊，一礼拜等下三摆台北的，汉尼远的路，等下来上班，啊一礼拜有啊，大等下三摆，哎，啊看一个妈妈，甲问讲你好无？哦，啊放心，才阁等你担心，佩服他吃苦耐劳的能力。比如讲一项代志，我做一摆、两摆，我放弃啊，伊还阁咧坚持。伊想要做的代志，拢会做甲圆满。大嫂的代志哦，略有耳闻啦，但是吼、哦，他也不大讲。三十年前就这样了，哎，但是三十年他都转过来了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跟师姐的哥哥是同班同学，好像他介绍以后没多久就订婚了这样子。可能他刚生产的时候，我很少时间陪伴到他的身旁，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产后忧郁症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他就会发很大的脾气啊。我们住在五楼嘛，他就爬上窗户啊，就之类的。小孩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他亲近，不喜欢在待在家里，都要出去外面啊。我那时候都在工作，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。我有听过大女儿这样子曾经给我这样子讲过，她说她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有时候身上的那个钱都不够吃午餐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，我的女儿吧。那现在我想通了，想要陪伴他们，他们反而是跑出去了。我是希望他能够走出来，不要老是关在房子里面。去看看一下医生，这样他的病很快就会好。因为妈妈很早就开始做环保，所以芝万在妈妈的鼓励也开始做环保，参加很多志工的活动。在接受人群了后，她又学幼儿服、学翕相，这样用心学习的生活，让芝万变得快乐，脾气渐渐改变，笑容也越来越多了。要整理我的照片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原来我 这一生都照片几乎等于零啊，都没有啊，所以我说我要来去学一下照相。那刚好有人文正善美，我就去报名。我就在工作中现在就看别人工作的程序不对还是怎样的话，那我就会很急，然后跟人家很大声的讲话。我不晓得是哪一个部门，有一天就拿一本近视椅给我，那可能是。我很早，我都是有二十几年，我就那这次我都有看，啊，生气就短暂的发疯啊，但就是好像就可能真的是一样哎，我就是跟他讲的一样，啊，就是在这个环境，大家做环保的时候人这么多，你就跟大家跟大家要怎么相处，像跟大英星那个性格超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自己要反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人家为什么这样子？心情就会自然比较平静下来。这些大型家具耶，好完成啊！很赞叹哈，他这个人哦，毅力非常好。他比如说学二胡啦，人文真善美啦，然后都很坚持，而且非常非常深信的上人的法。为什么他从来不走第二个道场？然后。从921到现在呢，不管环保啦、勤务啦，他都始终如一。上人一直在讲一句话，说：“代志不是做多，代志要做啥？做清楚。”所以这句话我常常在他身上印证得到。他说：“我也把事情做成这样，一定要自己做清楚。”人家都说我疑难症很重，现在可能比讲习惯了。我自己这边住了这么多年，我目前还觉得我不是，我是
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是宜兰人。伊拢点点，觉得好像沉默寡言，不太会笑。所以很多家庭因素我们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有上人的法，我觉得他还是算蛮阳光的。他尽量营造家庭幸福的这个环境啊，所以他一样可以克服啊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他荣正善勉，他也是相当的投入跟用心。比如说，他说他年纪大，60岁了哦，所以后事剪接啊这些从不会学到会。现在长镜啊，或者摄影哦，我觉得他的技巧有提升。一些活动的话，我们拍拍然后都要写一写，编写编辑啊，然后上传嘛啊。如果上传有被看出来的话，就会很高兴。到我们岁末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叫我做这一个影片，觉得蛮有成就感。嗯，我说他应该很赞成啊，他也比较不喜欢我整天这样子待在家里。以前就是比较没话讲，冷战，现在的话就比较会有话题，比较可以互相可以聊，比如说他会配合我上课的时间，提早吃饭，本来我们以前都是7、8点才吃饭的，现在因为我要7点要上课，他就会提早一点，感激他，改天当面跟他致谢。过去为着要请养四个囡仔，常常无闲做工课，真少有时间会当陪伴厝内人。黄之腕想到就感觉真惭愧，即卖体会到人生除了做工课以外，嘛应该拨一寡时间来陪伴厝内人，做利益人群的代志。安尼生命才会愈来愈精彩哦。我希望我家师姐能够跟我一起出来做环保志工，做志工是很快乐的。只要出来的话，只要他愿意走出来，那就。多跟人家接触的话，他的心胸打开，我看他的病就不用吃药都就会好了，心胸就会很开阔。我那天我是很希望他能够真的是跟我一起出来做志工。如果他有听到的话。